这里是不打骨折不推荐，不上好评不安利的 Steam 实地折扣信息。飞鸿杰系湾在南梦宫原创日式动作 RPG 发售三年，迎来了新史低，也是本次推荐中唯一的新史低游戏。原价328元，打折84%，到手52元，81%特别好评。游戏前期有着高速华丽的动作体验，后期则以数值主导暴力扫荡关卡。游戏剧情略微王道，主角携众多同伴挑选不同技能组成三人小队 build， 然后就交给友情和羁绊了。折扣剩余4天，爱好者请抓紧。原子之心，性感冰箱，在线发枪，有着构成主义、粗野主义、乌托邦式美学的苏式科幻 FPS 射击游戏，去年发售至今，好评率82%，原价239元，打折55%，到手108元。如果你对双生武林和性感冰箱早有耳闻，又喜欢暴射的话，可以考虑现在入手。酷极轮化，有着热血战斗、流畅动作和精妙机制于一体的第三人称动作射击游戏，原价99元，打折67%，到手33元，88%特别好评。急速冲刺与子弹时间的交织，带来了古早动作电影的既视感。玩霸无双，国产抽象古风造型粗犷的对打游戏，玩家用难受蹩脚的操作方式控制能力各异的角色互相对战，原价就只有20元，打折70%，到手仅需6元，好评率91%，便宜又欢脱。消失的光芒，没有 ZZZPO 女主的一代，得益于优秀的关卡设计和酷攀爬与装备数值的完美结合，获得了95%好评如潮评价，包含6个扩展包，原价567元，打折94%，到手仅需33元，请史低。